这个山椒比较好吃。平地的话，平地椒就没有山地椒那么好吃。山坡地排水比较好，比较不会泡水的，而且它成长期会比一般的平地椒稍微长一点，所以口感比较好吃。口感比较好，就比较 Q 啊。有香蕉、柳丁跟龙眼，是我上一代留下来的，所以我就继续这样把它延续下去，只是把它改成有机的种植，因为农药对身体很不好，就不要去用农药，为了身体健康。柳丁这个柳丁树大概将近三十年吧，大概每年的十一月中旬开始收成，然后大约在过年前就结束了。那香蕉是一年四季都有，但是夏天比较多，冬天产量比较少。冬天天气冷的话，它会越是冬眠的现象，那个就成长很缓慢。之后会一直这些都在继续。对，因为开发也年纪有了，在做哈，因为再过两三年就七十了，再弄新的大概做不动了。想吃天丰有机农场的香蕉跟柳丁，请上苏波爱购买。